哎，我已经把任务完成了啊！我现在要先把10个阿莱菜解完，然后萝卜它20个嘛，那我想说阿莱菜应该比较快，就先搞它。那我想说最近不是在介绍时装吗？然后我就想说，我们要不要先把时装都讲一讲？耶，没任务了。一个小红菜倒的掉。今天的重点，黑色长靴，体力加料，技术加料。阴天的，阴天的，阴天，还不该追究谎言难解决。各位观众注意下哦，你若要高级的胡萝卜话，你一定要改施肥。不然上级的还蛮难种的。上级洋菜头呢，伊原本是50块嘛吼，你即马卖话会当卖到80、80、90倍。好。然后其实今日的重点就是完成迄个任务嘛，就是他迄个青花菜的任务，芝麻菜讲过啊，对毋？落落阿袂嘛。哦，所以全部播种完之后要开始施肥，哦，今天到这边，无法被手丢，别怕感伤。啊，就安尼一个 P 啊，我也嫌我对你太浮夸。像40的波琼牙体力。话说，如果遇到客人，你要做什么？哦，I don't know。你看他叫上级，这之后就知道了。